台东就是热情哦，也象征我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充满热情的台东人哦。日出的故乡台东，真的是感受到台东的，来这份温馨的礼物，哇，这么丰富的礼物都是当地的农特产品，还有手工艺哦，哇，好精彩！来，我们台东的朋友们，给他们，给我们台东县政府，我们陈秘书长带领的团队，我们布布拉布的文化艺术团的工作团队，报讯的一个整个团队，来给他们热情掌声。很重很重的哈，好，来台中市政府，我们主委说礼轻情意重了哈，也是代表着我们在都会区的朋友们，我们的艺术家也好，我们的手工艺的创作，还有我们大台中哈，我们的那个农会这边有农特产品，在都会嘛哈，在都会，好，来送给我们台东县政府。好，谢谢这样的这一份的礼物，我们大家彼此好好的交流，文化交流。台东、台中，因为台中也融合了很多的族群，也很多台东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啊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两位首长啊，我们台东县政府这个陈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主要主委，在这里，在这个报讯活动非常的圆满，所以各位的朋友们也到向前来哈，我们一起来大合照，有请我们各族群委员来，阿美族代表，我们的。